物质啊是人人都需要到的，这样买物质来住还是投资啊，最重要的好处是什么？交通方便，逛街方便，买菜也方便。 Crystal Liu 的什么 number hot 啊，刚刚就借了一个最新最火最火被造的 new project 啊，在这个 Chillax 的 Netizen 啊，现在就带大家去看 Let's go。 我们买一间家屋子来住啊，最重要是什么？饮食住行吃喝玩乐都可以给到我们什么？对啦，The Netizen 啊，楼下就有很多店铺，你要买船买飞机买大号啊，你看下面都是应有尽有的，附近也有小学、中学、犹大，拜六礼拜你要 shopping 啊，五分钟就到了那个 Aeon 家做啊，指甲断了你要看医生啊，附近有那个私人医院哦啊，吃东西更方便，附近有 C180 还有这个车那什么什么贵啊。重点是啊， Christian Group 啊接到这个 new project 啊，它里面的设备啊这样好来这么我都不懂啊，有那个150尺的那个游泳池啊，好像那个 Olympic 这么大，还有那个篮球场的那个羽球场，哇老诶，这样子下去很快就可以变那个 Michael Jordan 李宗伟了。他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啊在抓，你直接叫上去那个25的空中花园慢慢抓啊，还抓不够啊，那里有400米的空中跑道，你下跑两圈抓完了过才回来，回来了过他就会跟你讲，阿奎界的老板啊不懂借这个项目来搞定啊，三八镜啊就是要这样子弯来弯去啊才有那个漂移的 feel 嘛，这个工艺的八镜设计啊是直接从底层可以上到6楼了啊，害了人家以后啊不可以坐车手了咯，我要做车手。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2019年只需要100块 unlimited 你可以坐那个 MRT 啊，在 KL 啊每次放工你们都知道了咯，挤塞车刚刚好，这个 condo 啊走路不到3分钟就有一个 MRT 站，还有那个 cover 全部把你顶住，你又不怕风吹雨打，要去哪里都很方便，车钱油钱多钱都不如塞车，时间金钱你通通都可以省下拿去公务，哎哟去哪里找这样好的单位，如有意思啊 A 卡一到五十个 button 你轻轻跟他按下去，直接联络 Christian Group 的 agent 啊，如果你觉得麻烦你就直接留言啊。哎，还没有讲完，还没有讲完。那地产公司不不地啊，皮不要痒啊，这个影片来用啊，不然到时候香港、新加坡律师团诉告你的时候，你为了赚这个几千块啊，你是很不值得的。来这边玩玩啊。OK， 这边再重新补充多一下，因为那一天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讲错话，发展商叫我们改去啊，叫你的女朋友去那个24楼的 Skydeck 慢慢踱，不是25楼。感谢收看。